修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在黄檗禅师那《传心法要》里面呢，有说到，他教导学人，你真正要学佛，一切法中不用学，唯学无求无着，无求即心不生，无着即心不灭，不生不灭，那就是佛。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，要学什么呢？无求无着。对于世间法无求，对于出世间的涅槃极境你也不着，不住世间呢，没有，那就没有生死了，不住涅槃呢，那就能起大吉大用，这个大吉大用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这个大吉大用呢，就是般若智慧，对内呢，能断烦恼，能破无明，这是祖师最直接最了当的开示，那么现在的学人用功没有办法得力，就是广求知解，所以圆觉经讲，末世众生不令求悟，唯以多闻增长我见，就是说现在末法的众生，想要成道，他不求开悟，不求无心，以为呢多看经典，广求知见，那么他就能够成就了。所以世尊教我们，但当精勤降伏烦恼，应当要用功降伏烦恼，未得令得，未断令断，什么是我们未得的呢？菩提还没有证得，这是未得，你的贪嗔痴烦恼没有断，我见没有断，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都没有断，这些是未断，你要能够舍去，未断临断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，不是整天引经据典，在文字上作解，在文字上以为有什么意思，有什么境界，那个叫胡思乱想了，文字呢所说的，但是自心清净的境界而已，但这个自信清净的境界能不能从文字上证得呢？没有办法，是从修所断得，什么叫修所断得呢？这个话就是你要透过修行把烦恼断掉，你才能够证得，叫修所断得，下面又讲贪嗔爱慢缠取嫉妒对境不生，你的贪嗔痴，你的爱欲心，你的我慢心，贪嗔爱慢，这是总举，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二见，这些的烦恼在一切境界当中，不要让它升起来，
一升起来啊，马上把它化空。啊，净土宗的学人，你就是提起佛号啊，心呢不要跟着妄念跑。啊，什么叫妄念？这个贪嗔痴的心啊，是妄念。啊，那么用佛号转过来。啊，在转的时候不要留情啊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讲了，啊，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啊，凡心永处若切定。啊，你在名相上，在枝叶上，啊，那没有用啊。啊，学为是的，啊，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啊，啊，只是会说而已啊。啊，你要在烦恼起现行的时候，啊，转变它。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啊，凡心永处若切定啊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在修行。在修学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在学佛啊，你们可以去反省看看啊，是不是啊都是广求之解啊？佛法之所以能够弘扬，之所以能够流通啊，不在文字啊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那么什么人能弘道呢？正德的人。啊，正道的人能弘道，啊，不是说道人，啊，说道不能弘道，啊，从古到今的祖师大德，啊，早年这个佛法没有这个传到中国来，啊，早年啊佛教传到中国来，那么也没有注解可以看。啊，那么这些祖师怎么证悟的呢？靠的就是修行，靠的就是道心。啊，实修实证。啊，他读经研教，以经注经，以经解经。啊，这么样子来用功。啊，那么了解经典的道理。啊，从用功当中啊，实际修行当中去证悟经典所说的啊，所以佛法才能够弘扬啊。佛法弘扬的的确确不在文字上的解释啊，但是也不离啊，可是不能着于文字啊。如果你认为文字有什么意思啊，那你就对境身心了啊，升起了意解啊，这意就是意想分别的意啊。对境就生心了，一旦对境生心，那就与道相悖，因为真心无相，离一切相，所以呢，在学佛的道路上，听经言教，你要怎么做，你不可以着于文字，你对于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你心呢不要被境界转，无求，心不现前的时候，这个境界不现前的时候，心呢不着，不着于清净的境界，不着于禅定当中，不着于涅槃喜乐的境界，所以你念佛，你也不要贪。贪什么呢？贪清安，贪见佛，这些都是住，都是着，你一有住着，这个境界就叫魔境，就是魔境界，所以这个魔境从哪来的呢？从你这一念住着心而生，所以黄檗禅师讲的，一切实处。于一切法总不用学，世间法你也不攀缘，佛法你也不著着，总不用学所以学的是什么呢？无求无着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呢你真正用功下来不容易
怎么样才是无求？怎么样才是无着呢？然后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啊教导末世的学人，你可以使用念佛的方式啊。那么，透过念佛这个方便的方法啊，把你的攀缘心啊，把你的取着心啊，取到佛号上来啊，用这个方便啊，先收摄你的六根啊，使你呢啊暂时。不攀缘其他的东西，啊，那么念佛是不是攀缘？也是攀缘，啊，只是呢，它的攀缘呢，啊，不像一般没有学佛的或没有在用功的人一样，啊，攀缘的这个非常的复杂，啊，但是摄万境啊，收归于一境，啊，再从这一境呢，反照自心，知道是心所现，那么你就能够打破无明。啊，证得你这个念佛最高的层次，你一心不乱。啊，你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所以净宗的修学啊，它是这么个修法，啊，不是说修学净土不用见性的，修学净土还是要见性，啊，修学净土到后来跟禅宗啊，跟密宗啊，跟其他教下所说的啊，所证悟的完全一样。啊，现在的净土宗学人啊，他以为啊，我这个往生净土就好了啊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弥陀天天在你面前，你在念佛堂，天天都可以见到弥陀，你为什么不开悟呢？啊，这拿着永明延寿大师的话来让自己懈怠，来让自己呢啊继续迷惑颠倒。啊，这就叫因药得病。啊，我这样讲，你们应该听得懂。啊，你想说，我见到阿弥陀佛了，我就开悟了。啊，我们佛堂也有阿弥陀佛。啊，你为什么见了没有开悟？所以是自己不悟啊，不是谁能让你悟啊。啊，所以修行啊，学佛啊，要按照祖师大德教的去做啊，不是在文字上做解啊。有一些人啊，他很会解文字啊，但是呢，清凉国师告诉我们啊，这个都不是真正啊内行的，不是真正懂佛法的啊，都是在枝叶上。在文字上啊，穿凿附会意趣啊，把这个意趣穿凿到文字里面去啊，这个引经据典啊，来附会这个经义啊。在解经啊讲经的时候，你只要针对这一部经的意趣去做解说啊，以经来注经就可以，不是啊一句话。里面呢啊，想想这个有什么道理，又有什么道理啊？如此辗转下去，那是大妄想啊。所以经要会解啊，要会注啊。你对于经典不了解啊，你不要自己想，你看祖师的就可以了啊。那么重点呢，黄檗禅师讲出来，不求不着啊，不求呢，你这个攀缘心就没了，啊，这无求即心不生了，啊，这心就不攀缘了，啊，不着，那你的心就不灭，为什么？啊，你驻着在涅槃上，啊，驻着在生死上，啊，都是住，这都有生灭，啊，心不灭，灭尚且没有，何来有生？所以就称为无生，啊，所以呢，不生不灭就是佛。所以成佛去哪成呢？啊，念佛能不能证到不生不灭是可以的，啊，就在你的心能不能不求不着，啊，真正能够做到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境界不是你想象而来的，啊，我在这里讲，啊，你们
啊，心里面啊又想象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，那又掉到意识心里面去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这个下莲居老居士讲啊，三字真传老实念，啊，你不用特别去想，啊，你的心真的空了，啊，真正无心了，不攀取呢，也不著作，啊，对外呢，啊，不攀取世间，对内呢，啊，也不着念佛的境界，啊，无求无着，这个清楚立然的啊，就是你的真心，啊，不用到哪边去求，啊，在这当中也没有我相，也没有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啊，离开四相，啊，所以这祖师大德开示啊，非常直接。但是呢，有它非常深奥的大道理啊，在里面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体会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